上最无理要求，你能做到吗？他养了一只大的哈士奇，对，那这狗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人陪的话，它就会哭，它会一直哭。我朋友就说，现在只有一个解决方法，就是你进去跟他一起睡过头。既然有棺材，缺一个大椅啊！我进去以后这样子啊，这躺着，然后他还要用画大体的颜料帮我画。今天晚间10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妈妈好神之俗语家务事》。